火山喷发是一种自然灾害，严重时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。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捷克最有少女心的火山。之所以说这座火山少女心，是因为它喷出的烟雾是粉红色的。想必这样的火山很多人都没见过吧？要知道普通的火山喷发大多是白色或者灰色的烟雾，之后还会喷出通红的岩浆。这样的火山喷发是人们最常见的，而捷克的这座火山显然比较特别。它在喷发的时候，烟雾的颜色非常漂亮，看起来更像是粉红色的回忆。难道真有大事要发生吗？对于如此奇妙的火山，很多网友表示太神奇了。当然也有人说这么美丽的火山真的是具有少女心。然而对于火山为何会喷发出这种颜色的烟雾，人们并没有找到答案。更何况很多人更在乎的是它的视觉效果，不知你们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。